我们泽轩回来了，感觉好开心。为什么这么安静？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哎，为什么只有你一个？吃饭。你在吃晚饭。嗯。他们全都出去了。全都出去了。我叫刘泽轩。你也可爱。这个笑容蛮自然的。 可以叫我兔兔，叫王俊伟。啊，王什么？王俊伟。对，可以叫我兔兔。好。怎么样？你这两天玩得开心吗？ 还行吧，还行啊。嗯，他们对你好不好？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有点，有点不自在吧，然后有点尴尬。后来好一点。就你不在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提起你。是吗？嗯。经常说泽轩，我有点想他们。泽轩。是吗？嗯。 你慢慢吃，我陪你吃好了。所以我越来越喜欢他，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真诚，没有打草稿的。是的。Welcome back, bro！ 你干嘛去了？回家拿东西。我今天睡得醉生梦死。 漂亮，哇哇哇！冠军，真的，哇，要不要给你庆祝一下？幸福来得太突然。 Thank you.
觉得那个词儿说特别对，就不仅有心动的信号，还有友情的信号。我觉得要是有最佳友谊奖，就非刘泽轩莫属。而且感觉他如果没有成功的谈到恋爱，他也可以很开心的走。你确定吗？不是，我是觉得他们几个女生还现在纠结在其他几个人身上。我想知道现在谁很快的能够把目光转移到这么优秀和如此魅力的一个男孩子。你们这么着急猜吗？需不需要我讲一下今天的规则？来，谢谢。今天是一个团体战，统一一个意见，连对八条心动线。才能每个人获得一颗真爱原石。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腾讯微视的推理时刻。胡金明，刘泽轩。刘泽轩。啊？我觉得没有理由，就没有理由。有 ？Why？ 啊，胡金明就是很友好的发句，恭喜你获拿奖啊，什么获奖什么。我觉得他们很多人不知道发给谁的人都可能会发给刘泽轩。没有，我觉得是周游。哎，不可能。其实我觉得郭如冰大于周游。哎，对啊，我本来是选郭如冰，你们不赞成啊？因为我总觉得郭如冰怼他的时候他没有生气，胡金明还是开心的，他没有不开心。我始终觉得胡金明喜欢刘泽轩的。对，胡金明对刘泽轩是一见钟情款。刘泽轩。你可别忘了，这次我跟超越是在一个阵线。哎呦，太不容易了。那就刘泽轩吧，好吗？李俊杰，哦，李俊杰是不是奥斯卡呀？是，因为从他跟那个如冰的对话，我觉得蛮清楚的。对，会发给奥斯卡吧？对吧？我们都觉得是奥斯卡吧？我觉得郭如冰，我也觉得郭如冰，我也觉得郭如冰，完了，那怎么办呢？就是我跟你讲，你看他很清楚，虽然他约了郭如冰出来，我当时很失望，我觉得你怎么约他？但他从头到尾约出这个约会里面，他表现的就是找了一朋友出来聊聊天，没有任何的。你再想想那个他跟奥斯卡在那个学校里面那个泡泡，奥斯卡，所以是不是觉得奥斯卡的人比较多？四票了。就先这样吧。好，可以。王静文呢？王静文是郭如冰啊，郭如冰是统一的吧？郭如冰。向天哥，太难了。我觉得不会难，他就是奥斯卡。泽轩回来了，我就约他。我倒是觉得不是奥斯卡了，我觉得是奥斯卡。我也觉得是奥斯卡。奥斯卡。少数服从多数。哦、oh, ，OK， 周游，他是谁？谁谁什么？我对他毫无印象啊，他是谁啊？周游，周游，这个两集镜头很少。周游是，周游会发给他。二八二，兄弟，你终于回来了。我觉得你才是最好的，你懂我。周游会给胡金明，一定会给胡金明。他给胡金明发的这个短信，应该真的是意义上最后一次。嗯。啦啦啦！你又有持不同意见？我跟你说，绝不可以。周游，你们不许瞎连。别激动。啊，就这样吧，我觉得。那说把奥斯卡也连了吧。奥斯卡应该还是向天哥，向天哥，哦，刘泽轩，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节点性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刘泽轩这个时候要发给的那个女孩子，就是他看上的那个女生，对，哇，这个最好看的点在这里，你是说他有可能给向天哥，因为他最大的喜悦一定要跟最喜欢的人分享。那就我觉得就给向天哥吧，反正我觉得是向天哥。超越说的对，向天哥连起来。郭如冰也是个硬茬呀，这咋办呢？王静文，我觉得。胡金明肯定不是，就是李俊杰和王静文，他给李俊杰指导半天人生，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郭如冰看李俊杰的眼神是看其他人都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会，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OK， 同意，同意吧，同意。
哇，好复杂啊，这次的线。对，因为人多了。今天要全猜中了，真的。全猜中太厉害了。扑通扑通，心跳是心动藏不住的信号。今天究竟谁对谁心动了呢？下面就让我们进入京都念慈庵发糖时刻。